传说中的东北锅包肉搭配神秘排骨汤，简直完美。掐指一算，至少几十个粉丝跟我点过这道菜。听说在南方人眼中，锅包肉一直是神秘的存在。今天教你们做一个改良后的家庭版，比较常见的有老式和新式，我做的就叫奈良式，口感上保证了它的甜和脆，做法上又省掉了很多繁琐的细节。看到这里，我要恭喜你，已经学会了80%。先给你看看，但不许吃。神秘排骨汤是剩下的20%。将所有材料放进料理机，选择鱼汤模式，别说玉米了，连骨头都能炸碎，这才是营养的味道啊！一口肉，一口汤，真香。